智慧妙法为精髓，殷勤精进为阳光。分分秒秒都在追寻答案，其实答案一直都在，而且就在我们的心中。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佛教经典都告诉大家要往内修为自己，只有无量易经告诉了我们，除了独善其身之外，还要兼善天下，除了内修诚正信实，还要外行慈悲喜舍。那么究竟如何把自己内心的小爱化作无量无边的大爱，如何让这一份爱能登登相续，代代相传？今天让我们邀请您一起深入经藏，追寻答案。尊长一切诸善法，去一切破除